这个世界顾里香，拜见师傅。师傅，书房在哪儿啊？师傅，吃饭了。小五今天给你做了迷魂白果肉、甘草十斤粥，还有。是不一样，吃饭不要讲话。师傅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帮你磨磨。再抄一遍。陪你看人生。糟了，对不起，师傅。思过会放。啊，是故意的吗？找到了。走吧，我背。这是上有哪一幅画能装得下师傅的仙姿？下次不要忙着。师傅的容貌，师傅的气质。师傅，我刚刚做噩梦了，我还是有些害怕。师傅，你要带我下山啊？太好了，师傅，好舒服啊。身边的枕中香，桂花伤我喝的是情伤，情尽意动的是不是失措？神之半径被你抛出了吗？我是说出这种乱伦污浊的事情，有何面目站在这天地之间呢？不可饶恕！师傅，我错了，师傅，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。师傅，给我打！我错了，小虎知道了，小虎一定是人们中不要再打了。要忠心。如何松绑？就算不是在里面，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永世不变。收手！保天下之大法，为了这个妖女，竟然叛出师门，真的要一错再错吗？别恨天，别怕，笑容更是你的脸。不要了，大法就来迟了。再一遍。师父，原本我不在身边，即使我会在你的心里面，我会在你心前做你心头前。可以这么